怎么了？玩得不开心吗？妈妈，我们想玩新的游戏。要不玩这个吧，每人选一个。小丽，你拿到的是什么？嘿，我拿到了跳蛋。哥哥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呢？我得到了滑冰鞋。弟弟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是这个。跟我来吧，我来给你们安排玩游戏。大家把玩具拿过去，放在对应游戏的地方，把它全部放整齐。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Yeah! 我们先玩溜冰比赛，开始吧。Wow! 哦不不不，我摔倒了。哎呦！哦，弟弟摔倒了。弟弟，握住我们的手。谢谢哥哥和姐姐的帮忙，我滑冰滑得很成功，我再也不摔倒了。做得很好，我们玩下一个游戏吧。接下来玩跳蛋游戏。我不会玩呢。弟弟，我来教你吧。首先用手抓紧这两个带儿，接着伸直你的脚，然后像兔子一样跳起来。通过哥哥和姐姐的帮助，我又学会跳带子了，太好玩了！感谢哥哥和姐姐，太好玩了。我们继续玩下一个吧。耶！这个是扔保龄球游戏，开始吧。哥哥做好准备了，他第一个先玩。不错不错，打中了。接着到姐姐了，姐姐使劲一扔。耶！弟弟轮到你了，勇敢一点。弟弟，你是最棒的。姐姐支持你，我知道了。